最漫长的一日，最温暖的陪伴，每日与主同行，扎稳一生信仰的根基，伴你成长。我是阿清。出埃及记十章七至十节，法老的官员来见法老，恳求他说：你要让这人威胁我们多久呢？放他们去敬拜上主他们的上帝吧。难道你不知道埃及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吗？于是摩西和阿伦再次被带到法老那里。法老对他们说：好吧，你们去敬拜上主你们的上帝吧。不过究竟哪些人要跟你们走呢？摩西回答说：我们全部人都要走，无论老少，还有我们的儿女和牛羊，我们必须全都聚在一起庆祝上主的节日。法老驳斥说：我如果让你们带你们的小孩一起走，上主就真的需要跟你们同在了。我识透了你们的诡计，不行，只有男人可以去敬拜上主，这才是你们原来的要求。说罢，法老就把他们赶出了皇宫。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扶老携幼。当法老召见摩西、阿伦，对他们说：好吧，你们去敬拜上主你们的上帝吧。不过究竟哪些人要跟你们走呢？摩西的答复明确而坚定：我们全部人都要走，无论老少，还有我们的儿女和牛羊，我们必须全都聚在一起庆祝上主的节日。试想下，他们要在旷野走几日的路程，携家眷，扶老携幼，那个风险和艰辛可想而知。当法老提出不得，只有男人可以去敬拜上主，表面看这个要求亦都合理，而且的确是为摩西的远征敬拜队减少了麻烦，不是吗？为什么摩西不厌其烦，坚持由老到少都要去呢？当日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同法老周旋谈判，每一步每一个细则都听命于从旷野呼召他出来的上主的吩咐。换言之，全家一起敬拜，由老至少的敬拜，是上帝的心意，是他所悦纳的敬拜。我对我的家庭敬拜是不是同样执着呢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小孩子还小，不懂事，父母年纪大，不识字，带他们回教会太麻烦了。这个时候请你想想摩西的坚持啊。在我们属灵生命的路上，是不是需要重拾扶老携幼的观念呢？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《每日与主同行》，材料节录自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《天天亲近主》。欢迎你在我们 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，听日见啦，拜拜。